前一个半局的郭建宇，对，所以他停滞还蛮久。一垒跑者再走，捕手这个球传过去抓，好的，亮掉啊，恰恰到垒失败。哦，等于兄弟相对啊，连续两个半局安打上垒的打者，接下来都到垒失败。对，上一次是投手的牵制，这一次是捕手的阻杀。不，这一次然后恰恰离垒比较不够，但恰恰应该是在抓然后。黄浩然前一次那个界外球被 K 到肩膀，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传球，但还好黄浩然这个球是只有投准而已，并没有。